轮班扫把。嗯。厉害的。我一六一耶，好厉害啊！不然想怎样？分手。我穿高一点，我穿高跟鞋，可以吗？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厉害的。我一六一耶，好厉害啊！我不是今天穿的比较矮而已啊。我们分手吧。不要，感情这种事情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。不然想怎样？分手。我穿高一点，我穿高跟鞋，可以吗？好。好。那不要分手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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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回家。我没有办法接受跟这么尴尬的女生在一起，还是我们先分手吧。我哪里尴尬？我不尴尬。超尴尬的。我连跟你讲分手我都觉得超尴尬的。为什么？谁会没事走在路上，然后女生就突然跟男生讲一个超烂的笑话？我可以改啊。你要怎么改？我可以讲更好笑的。要不然你现在讲一个。你知道高丽菜死掉会变成什么？高丽菜死掉？对。我不知道。它会变高丽菜。我们分手吧。要不然再一个。我再没有笑，我真的会跟你分手。你知道什么水果最贵吗？不知道。释迦，因为贵族释迦。